党就是安尼乱啦，国民党无在调家己班来乱别人的球，拍波啊，甲挂出去，拍波啊，甲挂出去。没事，你别谈恋爱，公开辩论，不要躲在警察后面，公开辩论。莱克多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产品，就是说比如说猪你要养让它长大，它最后提供给我们当猪肉吃的时候，你除了给它吃饲料，饲料就是像玉米啊或者是黄豆粕把它混合以外，你要添加一些添加物，就好比是人我们平常吃三餐，可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，保健食品人才